大家好，我是陈颖啊。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，当我好赶时间嘅时候，点样化一个极速上镜小电妆啦。首先就用 base， 因为要保湿。之后咧遮瑕我就中意用 cushion 嘅，咁今日就用 MAC 嘅 Studio Perfect Cushion， 因为我觉得佢嘅 finishing 咧就比较有水润。喺 T 字位度擦，再推开，当光泽感集中喺 T 字位同埋呢两度嘅时候咧，块面睇落就会瘦啲噶啦。之后咧就擦少少金粉嘅 eyeshadow。咁我咧就唔中意擦眼线嘅，但我就中意擦好多好多 mascara。咁样咧只眼就显得可以大啲、精灵啲啦。胭脂咧都可以瘦面噶，个技巧就系扫喺苹果肌对落嘅位啦。最后搽唇膏。好啦，我呢一个又立体又上镜嘅妆就咁就完成咗啦，拜拜。